各位弟兄姐妹们、在现场的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早上的一个崇拜。那现在我们在崇拜之前，我们开始崇拜了呀。然后、我们现在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点燃基督的蜡烛、这蜡烛象征着基督的真光与我们同在，也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崇拜当中与他相遇。会众请起立，我们来起应这段的、宣召。上帝的子民，今日你们为何聚集呢？上帝一直住在我们中间，你们为何要今日聚集呢？为互相提醒，当我们敬拜时，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当你离开此处时，要带回什么呢？那么来吧，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存喜乐的心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活着爱着也在我们中间运行着。那我们现在一起同心来、开口赞美我们的主。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帝神。在你宝座前，从天使夫妇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帝神。Yeah.
早上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来赞美你。是的，主啊，就如早晨我们向你起应的经文，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愿在这早晨你再次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使我们再次主啊能够保守这我们的心怀意念的能够来跟随你。Thank you.
好不好？你花一点的时间能够来向神来祷告，有什么新的事还是你牵挂的事在你的心里，主都晓得，但他就是等待着，等待着你我来与他来说话。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俯伏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天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
来。慈悲的天父，全能的上帝，在这里，在这里，我们要与你相遇，我们要将尊贵荣耀归于你的圣名。主啊，我们感谢父神你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都看到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每一天看到各天的太阳，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不断地与我们同在，你不断地爱着我们，爱着这个世界。我们感谢父神，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这北宣堂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主日都能够聚集，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祭拜赞美你。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显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时刻要把我们所恳求父神，你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父神，你借着圣灵的启示跟感动，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恩典感动，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父神，你在这时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的全心全意全力的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的经文取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至第十八节。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问候散居在各处的十二个支派的人。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厚慈与众人又不排斥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摇摆不定。卑微的弟兄要高声而夸耀，富足的却要因被降卑而夸耀。因为富足的人要消失，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它美丽的样子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人被诱惑，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诱惑，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的，他也不诱惑人。但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各种美善的恩泽和各种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成熟的果子。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我们当中的小孩子们想请问你们，你们喜欢 test 吗？测验呢、啊？喜欢吗？喜欢呢、啊？哇，这个是少有的，这是奇宝的女儿点头。其他的小孩子呢？啊 ？No，OK，、okay、我的猜测也应该是 no。你知道吗？你们不喜欢，你们的父母也不喜欢了，他们从年轻到现在都不喜欢测验，因为你们测验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比你更大。是吗？我们当中的父母不是哈 ？OK， 你们让你们孩子继续测验吧。测验有它的目的，也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会遇到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这些考验。那么在这个考验里面，用在雅各书刚才读的时候，有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它本来的字眼其实是有类似的，就是说接受一种的考验 test 就是目的，就是说让你真的无论是试炼也好，它有个目的，试探也罢，它有一个终极的目的。那么雅各写给当时的信徒是分散在所谓的十二个支派，是代表犹太的这个民族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已经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无论哪一个地方，其实都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不管你在哪里，都会面对这种的考验。所以我们简单说，谁会面对这种的考验呢？试验呢？你跟我，以前的人面对这个试炼，从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看到信徒面对考验，到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们的子孙也一样的。所以这个考验没有停止，在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地区，就好像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十二个支派这样。哦，对不起，这个看不出哦。哦，这样我的 PowerPoint 有问题，这个看不出它的整个对比，可能在这个稿里面有问题啊。出来了，好，不要看人，看这个重要。试炼跟试探这两个真的好多的讨论。那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归纳。
一般上认为试炼就是来自上帝的旨意，试探是魔鬼的。试炼通常是外在的这种的环境，不好的环境或是恶劣的环境来考验，让人能够忍耐。但是试探却源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的私欲，要我们讲呢去犯罪。一个是考验我们，一个加持我们能够接触果子，另外一个就使我们犯罪。试炼是让我们信心得到考验之后，使我们更加的成熟，生命成熟。但是试探呢，却使我们能够把让我们里面的私欲恶念能够再一次的膨胀起来，使我们跌倒失败。试炼一般上是帮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祝福成长，但是试探是让我们犯罪和死亡啊，这是简单的一般上的规划。不过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在那边做一个区别。所以通常读圣经雅各书这里，他就很自由的应用，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用试探，什么时候他用试炼。不过我总觉得整个总结来说是，无论是试探或是试炼，都是一种测验来的，这种考验。那考验你到最后你能够熬得过吗？你能够在这个试炼之中，你是不是能够经得过？不然的话你就会承受所谓的失败或是打击，甚至你灰心。试探当然很清楚，就是要使你跌倒，使你离开上帝。这上个礼拜姚丽传道也跟我们一起的分享，所以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否定跟上帝之间关系，或是要让他里面的那种情意，里面的欲望能够膨胀，把自己当着神来看待，而被跌入这个陷阱之内。信徒到底会遇到什么试炼呢？我们今天就比较规划一点，把它整理比较朝向这一个当时初期教会的信徒面对的，可以说是一种恶劣的环境，一个受逼迫的一种的状态之下，这样的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我就比较选择这个试炼，也是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在信主之后面对的这种种种的考验。这里说是百般的试炼，百般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种的方式，很多种的面貌，很多种的味道，很多种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刚刚说问学生说有 test 不只是一科，有些科目你觉得你很容易胜过，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科学，你的科学成绩你就觉得很好很容易，但是你的华语可能就面对考验了，对吗？你很多科目的，我们当中现在小孩子读几科啊？父母你们知道吗？至少有几科？四科呀，这样少啊。 OK， 中学呢有几科？八科。到了高中呢？很多科。到了大学呢？出了大学之后来到社会呢？哎呀，真的不同的科目了了，人际的问题，跟人的相处怎样处理，不只是专业的一些需要，你就发现很多不同的科目，不同的所谓的百般了。百般就是很多种的方式来。有时候我们面对吧，我们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会有疾病啊，病也是很多种的，对吗？我们面对不同的病，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不论是天灾人祸。当然在新加坡我们就比较所谓的幸福一点，比较安全一点，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没有面对这种考验，对吗？我们生活在大都会里面，在都市城市里面生活，也是有不同的压力考验，测验我们里面的状况是如何。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测验到底好不好，你们认为好吗？好的人请举手。不敢。不好，哎呦，有些人不好的请你举手。 OK， 也不敢。 OK， 这样子测验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人有回答。测验好不好啊？有时候好，有时候确实不好啊，这样就答案就完整了，是吗？有时候真的弄到你很感觉自己很 lousy， 哎呦，为什么我这样差？有时候测验出来成绩好，你会觉得哇，我很厉害哦，我很不错嘞，我这方面原来我是可以的。所以测验有时候让你看出有好的一面，也看出你有不好的一面，对不对？测验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你的弱点在哪里，他要让你知道你的光景，你的程度，你的情况，然后就接下来很重要就是你要不要去改进，你要不要去突破它。
如果你承受，你说哎呀，我就是这样差的，我就永远这样差，这样完蛋了了。你父母最担心你讲这句话，我就是这样的咯，都是因为你咯。哦，对，可能那些比较聪明的孩子都说，因为是你的种嘛，所以我生出来就是这样。当然有些父母很 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都很努力读书的，为什么生出的孩子不肯读书？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啊？有啊，哎呦，你也有孩子表达他们的心声。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不同测验，要了解他的目的。就好像我们说上帝通常在试炼我们，他有他的目的的，也就是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抓住在这么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们要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怎么样胜过，也是雅各书在这里面他要提给我们的一些建议。首先他要告诉我们，在面对这种试炼的时候要喜乐，哎呀，大的喜乐。哎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赞成吗？在受苦的时候，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还要笑笑，你想可以吗？你说这样的人是精神有点问题的人啊，受苦的时候还会喜乐，有这回事吗？你们说有吗？没有，其实是有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当他们在被受带被人家抓拿被鞭打之后放出去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啊。你说这些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不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就讲到，他们认为他们有这份荣幸跟耶稣同受苦，他的整个焦点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他认为我现在面对这种的痛苦背后是有上帝自己的心意，我本甚至认识到说，因为是上帝允许的，让我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走这条苦路啊。这个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喜乐。这喜乐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根源是根据上帝，看到上帝的手，看到上帝的计划而喜乐。它不是看到环境。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你现在生病，现在你看到你现在生活里面面对许多的危机，你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喜乐的，这肯定不会喜乐。但是当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说背后有一双手，他允许这样的一个场，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背后一定的目的要来考验我。想到背后有上帝的手在做，他在磨练我，使我生命更成熟。虽然我现在感觉到身体很苦，虽然现在生活的遭遇很不容易，但是我一想到背后的那位上帝，想到背后那位为我受苦的耶稣，我就里面开始有一种的喜乐。所以保罗自己也做见证，他在监牢里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在受苦，当然他立下了榜样，他在监牢里面能够唱诗歌，这个表示他能够继续的敬拜上帝，继续的歌颂上帝。他本身有这样的体会，所以他也鼓励当时的信徒，他是从监牢里面发出要有喜乐，就在受苦的时候他做了榜样。初期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一次我们门徒读刚好读到使徒行传，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他们求主给他们勇气，给他们力量，同时也给他们喜乐，让他们在极大的苦难的环境当中，别人都愁苦埋怨的时候，他们却知道这有上帝在背后。所以这个喜乐其实引导我们去怎么样呢？不是一般只是在那边笑笑而已，不是看环境之下我们忍着，而是知道背后有上帝在那里掌权着。所以这个喜乐其实给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得到喜乐，其实是要转到上帝的面前来，从他那里得到这一份的安稳和力量。当然这段经文里面说，你当你愿意依靠上帝，你就经过这个磨练的时候，会借助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忍耐。你能够忍受忍耐，你知道忍耐这个字啊，福建话怎么样讲吗？啊，福建讲忍耐是什么讲讲你知道吗？啊，吞论啊，各位吞各位论啊，吞掉要吞下去还要忍住啊，这个吞论吞论就是这样。我们当中都学习要彼此忍耐，对吗？有些人的性格，尤其出门一起旅行的时候，你更要忍耐。
因为不同的性格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不同的格式，你不习惯它。其实请你也记得，你不要一直以为你忍耐别人，你要转过来想，别人也在忍耐你，你明白吗？你赞成吗？赞成就是成熟的人，真的。因为你要同换一个角度，你知道别人也在忍耐你。其实这个忍耐是一种，它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够接受了啊，这个是很初步的，这个是很肤浅的忍耐，因为没法子，所以我要忍。哎呀，不变了，度掉了。这一种是被动的，不大甘愿的，这个不是接触这个忍耐的果子。雅各在这里说你要忍耐，他跟刚才讲的那个喜乐是一致的，就是说你知道在背后有盼望，在这个忍耐当中是上帝给你提炼之后会接触的一个很宝贵的果子。其实在这里面保罗也好雅各也好，他们都是提出了一个概念，耶稣也提出这个概念，说这个忍耐就好像生孩子这样。我们当中做妈妈的人就特别体会到，对吗？怀孕辛苦吗？几个月啊？九个月，有些人十个月，有些人提早八个月。怀孕真的很辛苦，我太太怀孕第二胎的时候，到了最后一两个月，躺在那里不能够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几斤，这个 baby 的重量压着那个精神啊，那个神经线不能够动，躺在床上。那我也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帮他拉那个脚，给他舒缓。所以做爸爸也不错，对吗 ？OK， 我也负责起我的责任。你知道怀孕虽然辛苦，不过呢，想到要生孩子，生孩子的过程辛苦吗？很痛的嘞，姐妹们是吗？不啊，是啊，弟兄们不知道，那个痛其实是很辛苦，但是他能够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有个盼望，接下来看到 baby 的生命，新的生命的诞生，遮盖了、掩盖了他那个过程的痛苦。他这个忍耐是有什么？有盼望的。是个等待，等待，所以忍耐跟等候其实是有一个平行的一个态度。当我们说忍耐的时候，你一定要等，你要学习等。我们当中有人情绪比较高昂的，很容易发脾气的。哎，为什么 bus 还没有到啊？明明说三分钟到，已经过了三分钟一秒了，还没有到，就在那边跳了了，就骂 SBS 公司，骂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没有效率？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的，很容易。不能够忍耐的等，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 ？OK， 那些讲话的人 都很诚实啊。有时候我们容易失去耐心，因为我们对“等”这个字觉得不耐烦，我们受不了。所以新加坡人特别在这个忍耐的功课上，在哪里考验呢？在你出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人家的 custom 排队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不像我们新加坡政府这样有效率？有没有这样的新加坡人？很多。包括我也是这样，有时候很受不了，为什么这样久？为什么这样久？这样慢？失去了耐心。所以，请你们以后去别的国家的时候排队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这样急。啊，想到等一下排完队之后，过了那阵子就有好的日子过了了，应该这样想。所以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跑步，哇，那个跑步要跑，我们以前是跑五公里的。跑两公里，哇，已经开始很辛苦。三公里，但是我那时候在跑步的时候有一个态度说，我想到五公里之后，我等一下多大概多七分钟、三分钟还是多少分钟之后，我就在那边喝水了。我想到那个有机会等到终点那边喝水的时候，我就能够这样继续跑下去了。你一定要有个目标，有个盼望，那个忍耐就能够持续下去。雅各在这里提示，把那个将来的盼望冠冕说，上帝在那里等着你，要赏赐给你。所以我有一次在这个圣经班里面就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面对黑暗考验的日子，我们的考验好像是在那个隧道 tunnel 是怎么样，有时候那些隧道是很黑暗的，但是我们不是在黑洞里面，那个 black hole 你掉进黑暗里面，你永远没有盼望的，你将在那边挣扎多少日子多少千年，仍然是在黑洞里面。但是在隧道不同，隧道虽然是黑暗，可能你走的时候你继续走走走，那个坛的走完了之后，前面就是有光。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忍耐过程当中是有个盼望。这也就是雅各书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你要面对考验的时候，请你先回想
上帝也没有给我什么应许，有什么给我盼望，我持守着，我现在不过是好像怀孕这样面对这种的考验。在雅各书另外一个比喻是好像金子这样经过火的提炼以后成为金晶。第三个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请你记得什么？记得祷告。祷告求智慧，这里求智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做一些决定。你面对考验的时候，你要到底要做怎么样的决定，你就需要智慧。当然这个祷告是把我们引导一个方向，是转向上帝。面对考验的时候，最困难是你一直盯着那个环境，盯着那个风浪，你就越来越灰心，越来越觉得没有力量。当你把你的眼目转向那个掌管风浪的主，转向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要忍耐，要等待，要喜乐。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求智慧。昨天晚上我去参加，被邀请去听一个音乐会，那么那个音乐会有一句话触动了我，他其中整很长的音乐会里面有一句话说，青年人带来欢乐跟那种喜，那种青春的那种朝气，年长的人带来什么呢？啊，带来智慧。哦，我就看的时候我说，哎，我已经属于后面那种的了。我现在进入了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年纪大的人应该比较有智慧，你们赞成吗？应该赞成的。我们经过人生许多的提炼之后，应该比较有智慧，对吗？所以我们当个小朋友，你碰到问题，请你不用客气，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商量，说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有足够的智慧帮助你，引导你走下一步的。我们当中的你遇到了属灵的问题，生活的困难，我们教会有许多的长者，你可以去请教他，哎呀，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你有什么意见吗？上帝可以透过他来给你一些指引的嘞。尤其你面对一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年长者其实他们也经过了人生许多的考验，他可以给你一些智慧的指导。这里的祷告当然上帝更有智慧了，你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一定有他透过圣灵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但上帝有时候也透过允许，透过我们当中看得见的属灵的长辈或是一些年长者来给你一些指点。面对考验的时候，不要一个人自己去承担，重点是你当你一个人承担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力量了，已经失去了盼望。当你肯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当你又肯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一些年长的所谓有智慧的人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请教的时候，上帝必为你开路。当然最关键的，在雅各书这里面告诉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怎么办，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只有一句话，就是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整个焦点，你的整个 focus 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当中有父母，你去学校接过你的孩子吗？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在 ACS 啊，那些 ACS boy 都是一样的，高度差不多一样，校服一样，样子也差不多，好像远远看都差不多一样。那么去学校去接他的时候，那是小学，你知道小孩子他们在那边集合了，然后唱完国歌，哦，散会，他们就砰，好像从鸟笼里面飞出来的鸟，就砰，到处跑。那么做父母的，我就去找，要看我的孩子在哪里咯，再找，哦，那个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影响他去，我其他的东西我看不到的嘞，我看不到别的孩子的，我看不到旁边的父母，所以去学校你看到啊，父母啊没有打招呼的，因为他只找他的孩子，所以在去学校的时候你会得罪人的，因为他说为什么你那天看到我不跟我打招呼？因为我做父母的没有罪别人的，我只罪我的孩子，是不是啊？去学校的时候，你只找你的孩子，你不会看别的东西了。当你注意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其他的东西就怎么样模糊了？以前拍照是这样的，对吗？要 focus 啊，要找到那个焦点，找到那个你要拍的焦点，你其他东西是模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在胜过试探、胜过试炼、胜过考验的一个关键的，就是你的整个焦点，如果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其他东西虽然在，但是它已经开始模糊了，它不能够来掌控你。所以这是雅各书里面你提的，无论是要喜乐，无论是要怎么样忍耐，无论是要祷告求智慧，其实它背后的整个的精神是请你
回到上帝面前，请你把你的焦点看在上帝的手。所以最后的总结是，其实给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你要坚定的相信，信心经过这个考验，你要坚定的相信。不要什么呢？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不要三心什么两意，不要心怀恶意，就是看了这边担心这边又看那边。当你看左看右的时候，你一定怎么样，就在风浪里面掉在水里面。他说这样的人一定怎么样，心怀恶意的人，他一定不能够经得起考验，他就会跌倒。不要心怀恶意，就是要你专心专意的相信上帝一定会陪伴你，他不会离开你。当你面对种种生命的考验的时候，现在你面对的这种处境也许是很艰难，你不能够用你的理性完全了解，别人也不能够替你解析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他没有离开你，你相信上帝在背后他有他的旨意，你相信在你走完人生的路之后，当你回头看，你还是要感谢上帝的智慧和他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面，雅各说信心经过试炼后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这生命的冠冕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那个王冠的事，但是当时讲到这个王冠呢，这个冠冕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的荣耀。谁能够配得戴这个冠冕呢？除非其实他是皇帝，除非他是王子，他除非是跟这个王有直接亲密的关系，或是王授给他的。这是分享上帝的生命的意思。这生命的冠冕就是说，有一天上帝说，来我的孩子，你可以进入我荣耀的国度，你可以分享我的荣耀。雅各用这个生命的冠冕来作为一个提醒，也作为一个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在初期教会的记录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当这些寻道者就是要被逼迫要上刑，就是要被斩头也好，或者被处死刑的那些寻道者，当他们死的时候，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没有害怕。其中的一个记录是什么呢？他们见证，他们口里说，他们看见了上帝为他们预备那个荣耀的冠冕。这是从他们的口里面，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看见上帝派天使来拿着冠冕来送给他们，分享那个荣耀。这是在异象里面，他们虽然他们死的时候不用害怕，他们觉得很荣耀，也很感恩，也很喜乐。这也成了他们的一种，不单是信心的考验，他们也真的得到信心的果子。感谢上帝，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不是我们现代的人面对考验的。当我们每次回头看教会历史的许多的人物面对的考验比我们更大，看圣经里面的人物，许多面对考验的人，当他们坚持他们的信心，坚持对上帝的信靠，他们的终点是好的。他们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提醒我们这条路虽然艰苦是可以走下去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给予我们的是超过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些痛苦。但愿主帮助我们继续的依靠他，等待他，走过这一个信心的考验。试炼怎么办呢？试炼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依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最近你正遇到了极大的考验，你信心也许开始摇动，怀疑上帝？今天上帝要对你说，孩子不要怕，你只要信。这考验有一天一定让你看到生命的果子。今天你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求他给你力量，给你信心，给你继续忍耐等待？有这样的人，你可以直接跟上帝表明你这样的心愿，主必垂听。主，我们感谢你。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背的十字架好像很艰难，但是每当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痛苦，比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其实更大更多，因为他是无辜的。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基督的生命，还有历代来许多信徒宝贵的见证，他们都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求你给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继续的信靠你，仰望你，相信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各种的考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来。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是的，因为你在，所以我们所走的这一条天路是恩典之路，因为你在，你的爱，你的手牵引我们走。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引领带领我们，在我们这一路走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有试探，也有从主你而来的试炼。可是求主你自己让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有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走过，有你的手来牵引我们，将我们可以度过。也求主你给我们盼望，在我们在当中的时候，有这样从你而来的这个盼望和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求主引领我们，如此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接下来是教会消息。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请他起立一下，是 Vivian， 我们欢迎他。谢谢，请坐。崇拜过后，请移步到朋友厅，我们去跟你多聊聊，可以认识你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来找他聊一聊，进一步的更认识他。好，接下来是我们9月2号，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9月6号，是新加坡卫理公会第13届的总议会。那么这一次的总议会里面，我们会选会选举选会都，还有一些其他的要职那请大家为这个的会议跟这个选举来祷告，也为着会议当中所要做的决定跟计划来祷告。好，下一个那么来临的星期六就是9月7号我们会有一个只是退休的检讨会，在 Nessus 早上九点开始六点哦。好，那也请大家为着这一个的检讨会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为过去的事工来检讨。那么这个星期今天没有主入学，那下个星期就是9月8号又恢复上课了，请大家预备心来出席。好，这个下周三就是9月11号的时候，下午1:30到5:00就有乐龄团契这一次的讲的题目是读懂你读懂我我也很好奇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当天其实也有早上11:00到下午1:00的时候也有学习那个尤克里里，已经报名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按时出席。好，下一个9月14号就是下个周六有那个爱宴，就是爱中建立。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请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报名。你们其实也可以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同事等等来参加的，这个没有限制说一定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邀请朋友来参与的。好，那10月5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欢庆儿童节，就早上9:30到12:30，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六。然后会在14号厅来进行。那么9月20号就是截止报名的日期，那费用的话我们会收，每个儿童我们收4元。你们可以扫描那个 QR 码来报名。那除了是这里弟兄姐妹们的你的孩子孙子可以参加之外，其实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侄儿外孙、你的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的。那么如果说是4岁到6岁的小朋友的话要报名参加也可以，只是需要有一位的家长的一位的大人陪伴他们一起参与。如果说你们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找陈酸传导。对，好，那下个礼拜是雅各书2:1-13的经文，然后由泽明传道来证道题目是不要偏待人，请大家预备心先读完先可以在家里面读个圣经，然后同时也为泽明传道来祷告。好，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唱差遣诗歌。
上帝的儿女们，你们受差遣进入这个世界，让主的爱、主的恩充满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的感动与能力继续与你同在，直到见主的面。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可以默祷之后可以平安的散会。